他会博无心演出我们相爱吧，两人甜蜜逗趣行为擦出许多火花，在节目里互亲脸颊的画面更是闪瞎所有观众。在情人节时，两人也互相在微博上换上彼此的头照，狂撒狗粮的行为马上在网络上引发热议，让网友们都说真希望他们能真正的在一起。